颜回，韩愈。古之君子，其择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殆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闻古之人有顺者，其为仁也，仁义人也。求其所以为顺者，则与己曰：彼仁也，于仁也，彼能事而我乃不能事。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顺者，就其如顺者。闻古之人有周公者，其为仁也，多才与义人也。求其所以为周公者，则与己曰：彼仁也，于仁也，彼能事而我乃不能事。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大圣人也，后世无极焉。周公大圣人也，后世无极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。是不义，则于身者重以周乎？其于仁也，曰：彼仁也，能有事，是足为良人矣；能善事，是足为义人矣。取其一，不择其二；及其心，不究其咎。恐恐然，为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。一善亦修也，一义亦能也。其于仁也，乃曰：能有事，事亦足矣。曰：能善事，事亦足矣。不义待于仁者，轻以约乎？今之君子则不然，其择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。详，故人难于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：我善事，事亦足矣。己未有能，曰：我能事，事亦足矣。外以欺于人，内以欺于心，未稍有德而止矣。不义待其身者以廉乎？其于仁也，曰：彼虽能事，其仁不足称也；彼虽善事，其用不足称也。举其一，不计其实；究其咎，不图其心。恐恐然，为惧其人之有闻也。是不义则于仁者以详乎？夫士之位，不以众人待其身，而以圣人望于人，吾未见其尊己也。虽然，为士者有本有源，待与计之谓也。待者不能修，而计者为人修，吾常视之矣。常视喻于众曰：某良士，某良士，其应者必其人之愚也，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，不然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。又常喻于众曰：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，其不应者必其人之愚也，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，不然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悦于言，懦者必悦于色矣。是故事修而傍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！是之处此事，
而忘名誉之光，道德之行难矣。将有作于上者，得无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积而礼于。